嗯，然后这个电脑你会操作吗？应该会吧。啊、嗯，那你先试一下。把我的 U 盘取出来。它好可爱呀、啊！它不是装出来的。嗯，我的 U 盘太大了。不是，是不是？它是接不上吗？嗯、对，太大了。嗯。你看他这个脸，好严肃、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已经连上了。嗯。大家好，我叫金淑怀，然后我是一个温州女孩，依旧呢。然后这是我仅存的一张大学证件照，就可以看出我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，然后我是专业是学戏剧影视表演的。就我们学表演的有一句话，就是说大学里演的最多的一个角色，大概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，所以大家可以猜一下我演的最多的会是什么角色。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可爱，小朋友吧。啊，还有吗？有没有其他的答案？公主。嗯，非常的接近，但是有一毫无关系。是不是很可爱？你看，哎，大家在微笑。对，我演的比较多的就是刚刚那个方总说的小朋友的角色。